10毫升的蒸馏水对吧？对。但这个点火之装的话，不能那个，不能碰到苯甲酸啊。这是三兆帕，对吧？刚才那个冲氧的时候，这边要摁一下，这边是要开，要在开的位置，要这边这样，好。然后，哎，开有个开嘛，它要这样。然后我现在不是冲完了嘛，我再把这个关掉，然后才能拿起来，然后再把这里面不是有气嘛放掉，然后第二次就能冲了。